飞科发现未来，我们在行动公益行由飞科智能电器独家冠名播出。飞科智能电器，科技只为精彩。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特别支持，光明乳业乐在新鲜。飞科发现未来，我们在行动。这次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隰县，隰县地处黄土高原，海拔在900米到1300米之间。隰县的气候、海拔、土壤都非常适合梨果的种植，所以它是全国有名的金梨之乡。其中，隰县大面积种植的梨果品种玉露香梨更被称为梨中之王。那么这一站又会有哪些新村民开启此次的扶贫行动呢？飞科开启美好一天。我感觉这里空气特别的好，哎，是，而且视线很好。根据咱们陈荣姐姐啊发给我们的讯息，我们要去隰里村跟她会。对对对，应该就在前面吧？应该在这儿吧。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在行动。Hello， 你好。我们这里首先备了一个小短片给你。啊，是吗？看什么？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似曾相识？上一次的节目。我帮你，我们这确实是这么牛粪吗？对啊，就这样。哇，天哪！这上次我们去的那个青海哎。第二天开始我就慢慢一个胖胖的家伙。这应该是我第三次来参加我们在行动的节目录制，我觉得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啊你啊你看，哦好下边，哦嗨，我直接连根拔起来了。哎呀，老乡们好，大家好，大家好。记忆深刻，真的，仿佛在昨天。我觉得我们在行动这个节目确实非常有意义。作为一个演员，我们不是来作秀的，我们到这儿一个是体验感受，同时能够为当地的村民做出一些我们的贡献，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很有价值。哎，我看到那不是隰里吗？3 2 1上链接。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下访到乡村里面去扶贫的一个公益直播，因为我知道我们乡村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农民，他们都是想通过这种直播的新的方式，然后去把他们的产品可以销售出去，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意义的话，就是可以给他们传授经验。哎，我们荣姐她在哪里呢？到底在？不知道啊，她藏哪儿去了？啊，喊喊呢？陈荣老师，你在哪里啊？回应一下。天哪，陈荣，没声音啦！哎，我听到了。应该是我们的一点钟方向，是吗？哎，陈荣老师，好像在那儿，好像在果园里面。Hello， 哎呀，在这儿呢。哎呀，快快快快快！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终于在果园处。原来你在果园里。对，漂亮的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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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感谢感谢。哎呀，你好你好。非常欢迎来到咱们这儿啊！啊，你好你好你好。刘帅，刘帅，你好，真帅。帅吗？帅帅帅帅帅。听完他的故事，你们会觉得他更帅，是吧？是吗？我是幌仙创业大学生刘帅。我们这儿今年四月份倒葱行的时候遭了一部分灾，冻灾，就我直接损失1000来万，我直接损失1000来万。我回来以后是和老百姓合作的，是老百姓把土地交给我，我全权来投资，我来管理，老百姓再来我这儿打工，一个月4000块钱，管吃管住，不错哎。那今年你受灾成这样，农民的这个收入你还保证，还是说今年就这个贡献就减半或者？不会不会，好多一部分是贫困户，这一点这个最低的保障都没有，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你真是有责任感的年轻企业家，佩服佩服。严书记，任贤齐、小齐、王迅、李烈、丽儿宝贝，对对对，书记真的认识我们吗？严书记，唱句我的歌听。新鲜人，你会唱吗？会唱会唱，你唱唱看。真会唱。你总是
拿一个我先告辞了。刚才呢，你们来之前我已经了解了淇县，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洗礼村，今年的梨业情况。今年很特别，因为今年四月份有一次冻灾，所以它的花都被这个飘没了，冻没了，冻没了，也就没有果实了。刚才我们看到你挂好多呢，现在大了，这里感觉挺长得挺密，一大片呢。对啊，一路走过来，你看看这些果树上面挂满了果呀。我觉得可能今年他们这儿算好的，其实有些地方都遭了一些灾，但这儿好像树上我觉得都挂满了果，应该还不错。你不是，你没有拆开来看一眼吗？这个苹果，那是苹果，是吗？尴尬了啊、哦！梨评不分了。我自家就七十亩地啊。这里是连书记的地，七十亩地啊，这一下冻的，就那边一个梨了，上面就剩一个，唯一的一颗，唯一的一个梨。咱们过去看一下。我也还没看过，这个树上就一个梨了，这么大一片。对不对？就这一颗梨。哦，我看到了。哎呀，就这一个了。对。其实我们爹就这一个的。天哪！哎，真的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你们不远外地来到我们心里，这个人栽我送给你们，你们给他好好的宣传。明年不能栽，不栽吧？我觉得不栽。别摘了，先别摘了，先别摘了。我觉得还没收，还没等等他。不能栽。还没收。这真的不能栽。别摘了，先别摘了。爸呀天哪！爸呀天哪！爸呀天哪！来，拿着，这颗梨送给你。就剩一个梨了。哦。我，那心情很复杂哎。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颗梨，它是一种期望，它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使命传递到我们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梨在我手上，觉得它很有分量。在给我们戴上那个新村民的袖章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次来的话意义重大。严书记，我们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我们希望这几天尽力帮助洗县的朋友们。哎，好，一定宣传好洗县的玉露香。也代表所有的洗礼全体村民，感谢你们。老板。那我们这样分头行动吧，好不好？我们各自再去看看其他的果园，其他的果园的情况。前面就是竹竿村了吧？竹竿村对。后来我发现了，竿不是竹竿的那个，我以为是干净的，就竹子晒干的感觉。对。哎，这个蛮特别。果叶欢迎，好，我们来看看，这应该也是一家种梨的。大姐。哦、oh, ，你好，姐姐你好，我们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我是不是看见你们挺面熟的了？这是小徐哥吗？对呀、啊，你是陈荣老师啊？你好，你好，叫我陈荣就行。哦，我们到办公室可以聊聊吗？哦、你的办公室好，我们看看。对。哎，这是传说中的对玉露香梨，玉露香梨，哦，这么大一个，哦，它有40多天成熟，可是现在也可以了，我给你们切一下，可以。哎，等一下，这是什么？切梨神器，这么切的？对，切梨神器，哇，这个好。你看那个，哎呦，这个真是智慧了，看到没有？果核很小哎，尝一下。水分很多啊！哦，对，这很还没有最好的。如果说最好的是，如果到了成熟了，它那个皮你吃到口里边一点皮都没有，它就这个渣都没有，糖度、水分都增加。但这个已经很甜了。我对这个好像达人哦，都没有吃到这样的梨子过，口感特别。我们的玉露香梨就简称是树上的饮料嘛，直接就可以吃。说竹竿村是你们个人做电商都做的最好的一个村，对，怎么个好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个是我们电商做的，把老百姓的产品都卖出去了。你是通过电商是怎么做？是在网上开店吗？对。大姐方便我看吗？我不看您私人信息啊，我们看看。没有，我电商培训第一组。我做了2000多人，300多群都是业务。300多群，对，都是业务群。全是工作群。都是工作群，我没有聊天的。
太多了。5/28还参加一个星火创业呢，到山西省比赛那个算星火创业。要比赛啊？对，就是有一些企划啊，还是说什么呢 ？PPT 都是我自己做的。PPT 也您自己做？对。哇，你自己做的很棒哎。哦。我告诉你，我都不会，你会做 PPT 吗？我真的不会。2018年，我写了一个护品案例。入选了全国护品案例集。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跟护品办了几个领导造了主要成效、啊、这很棒哎、欸、让我们很多那个农民朋友们把经验跟一些想法去交流，对，你也会提供给别人去分享。我把我的资源也给他们，我把我线下的朋友提供给村里边，我村里边他们跑啊，资源分享了，真的。对，张大姐还今年要带动贫困户500多户。对对对，啊，你是让贫困户在你的果园里，在你的厂里打工是吧？哦，你现在劳务用工有76户，就跟我签了协议啊，剩下的他就是放在我需要的时候来给我干，或者是我收购他的产品这些，我还资助村里边的两个。老人去年他去世了，这很无私哎，这真的了不起。没有政府挣的，我就有可能就活不过来。参加电山前特别平了，参开始我不是有个残疾的女儿吗？女儿？对。你女儿是什么问题啊？她小时候脖子上一块血管瘤，后来看病看的咱新县不是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吗？我女儿现在28了，是？28岁了。28岁了，看病看的医疗事故造成打人。哎呀，视力受损。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生活很幸福，可能一心在创业，一心在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位女性，坚强女性。当她提到我女儿有病、残疾，听到这里的时候，同样作为女性，当然心酸。这可能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都是晴天霹雳般的，因为你的人生、你的期待、你对家庭生活的向往、对自己子女的期盼，可能全部都在那刹那会觉得毁灭了一样。那时候，我都可以说得了忧郁症了。是刚刚女儿生病的阶段吗？对。就是照顾女儿，还要接这些农务，对，还要家里边又特贫。后来怎么样慢慢缓解过来？一个是我女儿是我的活，你看，祖母我女儿生下，像是承包果园什么一步一步好起来。我觉得是我女儿带来给你带来的，对对对对，嗯嗯，让妈妈更强大。而且我觉得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对对对，意志力，对，真不容易啊！我觉得，觉得她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她一直在感谢政府给她大力的帮助，渡过难关。那我觉得她又是一个懂得分享的人，她不断的在学习，甚至是她将她的产品卖出去之后，她可以帮助其他的农民也一起把这个通路打通。能够行销出去，甚至可以帮别的地方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又卖过来，这样的人的胸襟是很开阔、很伟大的。有一个女儿在厂里吗？在那边，我们能去看看吗？啊，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看一下我女儿。我们要叫她什么？过去。哦，她叫什么名字？小丽。小丽。小丽。对，张小丽。小丽，你喜欢听歌吗？他听过什么歌？心太软，心太软，我女儿哼调哼得挺好，知道吗？他是次咬不正，他是那个硬调说得挺好的。小丽，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还有那个什么？开心了，开心了。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啊，捂着耳朵。可是他开心了。不是，开心了啊。我左看右看上。我左看。哈哈哈哈哈！他在逗你，他也在逗你。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哈哈哈哈哈！给你看。其实看到他的女儿，心情其实也很复杂。我觉得她其实很调皮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很可爱，她专注在她想吃的零食上面，又不想被我干扰，所以这样的反应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可爱。我们到玉露乡，好好好，基地看一下，好吗？哦，基地看一下。哦，待会儿我再唱歌给你听，好不好？你别再捂耳朵，不要再捂耳朵。叔叔可以，我可以坚强的走下去了。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小丽拜拜，拜拜一下，再见。
这边应该就是北庄村了。对，我感觉这比我想象中好，好太多了。而且你看整个这个建设情况，我觉得这个村应该比较富。听说他们已经是在好像是去年就铺平，而且这儿啊，是种这个玉露香梨好像是最晚的一个地方，也就说明他们其实过去的基础是不错的。郑老师，我们就随机走访几家看一下。对对对。你好，你好。哎呀，这是大哥，您贵姓？姓在。对，您贵姓啊？王。啊，姓王啊。那等我们本家，我也姓王啊。这是丽儿。丽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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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咱进去坐坐。好嘞。好，走，你走走吧。哎，有个小朋友。哦。你好。你好。困了。啊，宝贝儿，他有点认真。嗯，宝贝儿，你困了？我家孩子他有点病，是吧？他是什么情况呢？抽风，三个来月就得了这个病。啊，他几岁了？六周岁了。六周岁了。嗯。咋了？其实我觉得不大舒服。宝贝儿不舒服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今天他有点想睡觉，睡不着，估计脑子里边他。难受。难受，他睡不着，他就要这样。哦。这好几天了。哦，哎呦。看着那个孩子在那，我当时以为孩子可能刚睡醒，可是稍微多观察一下这个孩子，发现不对劲儿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孩子其实在几个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去检查发现孩子是癫痫。有没有在尝试过治疗？看过，治过。他这个病，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或者是开了什么其他的一些药吗？开了，吃了不管用。不管用啊？相关的一些病例啊，还有什么就是开的药，能给我们看看吗？不行，咱把病例拍下来，看看能不能找北京啊，找上海，找些专家，再给看看呢。这是这不当地的儿童医院吗？不是北京。哎呦，还是在北京看的。北京。他是14个月的时候去检查的啊。那他现在在吃药吗？每天都要吃药吗？吃。这是什么药啊？这是叶子上还管用的。我看这是不管用了。什么药啊？这是药。这个药是医生开的吗？不是医生开的。那是。但是那阵不是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还有住院的，家长问清了，人家孩子在外面买的这个药介绍过来的。他走路有影响吗？走路我是搀扶他的。搀着他走，不会，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那他平常吃饭什么全部都靠你们喂了？我。就所有的生活都是你来照顾，那基本上农活这边你就得多干。农活就是他一个。这个坑。我也帮不上他。你说，忙点、苦点、累点都。没事。我们能干。只要他稍微好。我们地里边，农活我们都能干，就这个孩子吧，我们，就愁他，特别愁他。主要是看着心痛啊，可不是，他挺可怜的。是，哎呀，几个孩子？就现在就这个了。现在就这一个。现在就这个。是怎么事情？大孩子不在了。啊？大孩子没了。为啥呢？木炭，点了个木炭把孩子蒙住，不在了。去年是11月12日。哎呦。哎呀，当时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一夜之间。
我觉得这个打击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医保方面村里有啥帮助吗？对你还行，政府挺好的啊，挺关心我们。你们自己的话也种那个，村里人现在玉露香上都在种啊，也种。你们家玉露香也是种了几年了？就六年了吧，五六年的。也是五六年，那也会后边就会收成各方面会特别好的。然后今后经济上因为他的问题，然后再想办法找好的医院。我们也会一直关注他的一个健康。对，我们也会通过各个方面的一些渠道多去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医疗方案。我觉得随着这个医疗技术提高什么的，这些也是有希望的。是吗？有希望的。如果有一丝希望，我们去付出百倍努力的话，真的有一天说能够把这个孩子治好了，哪怕是有点改善的话，我觉得对他俩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听到机械声音是在他在除草吗？对，这个工程量很大。对，这么大片。我小时候有干过这个劳动服务。你做过吗？有啊。你待会儿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哦。这就是我老公。哎，停一停，停一停，大哥你可以休息了。你看，有帮你干活的人来了。对。哎，这我真的干过。哎，我来试试看。你当心哦。您指导一下吧，这个往回，这是转速，对，这个往回讲，背到绳绳，发动车背到绳绳，发动完再背上去，哎，对，好，对，哇，启动了，对，这样，小心这就盖过吧，我干过，真的，好，小心点啊。齐哥，我下去捡梨啊！好，你在这忙啊！就直接挑，对，是全挑进去还是？这就不要了，这个就把它扔了。就是稍微有点烂的都不要了。但其实真的好可惜，另外一半都是能吃的呀。对，你看陈荣老师，这个梨的果形多好，果面多好，冻下来了。如果说树上结的话，这个梨最少都要长到90、85。这个扔了真是这长大就是一种金苹果，已经就10块钱，现在是只有几毛钱就卖掉了。很甜哦。真不错。对，剪掉的梨吃都是一种享受。哇，这里面还有好多哦。我这里还多呢，你看这些果形多好啊。对，这么大，而且可喜了。这个也漂亮，看捡老百姓的心血了，这是，真的是好。哎呀，够累的，哎呀，这一个个弯腰捡，大姐真的挺累的，捡果子都已经这么累了，这种树到成熟，到采摘，太辛苦了。为了4毛钱一斤，我们的农民朋友也不容易。我听到那除草机声音，小齐还在除呢。大家快一个人一半啊！来，一人一半。啊，搞过去就完过去。我怕我扫到你，我在你后头一点。哎，你在我后边啊。加油！OK， 看到没有？行了，干好了，现在可以吧？哦，这样就可以。哦，真不容易啊。哦，不瞒大家说，专业就是专业，
大概在扫的时候，人家说打蛇打七寸，您刚好过去的位置刚好就是在最好切的地方，因为太高了呢，它摆荡哦，切不太好。哎，那刚好在那儿又没有太低，切过去，啊，顺势就倒下。哎，效率还可以吧？哎，效率可以。辛苦了，咱休息一下，吃个梨子。你讲这个。今天。这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一颗就值得了。哦，你尝一尝，尝一尝我们。不好意思啊，我就先来一口了。这个梨子要成熟还得一个月。哦，刚刚那个声音真的是，啊，就是那种里面的汁多又脆又爽口，然后一咬就，都是水。哎呀，这是真。挺辛苦啊，没事，累不累？这是劳动者的荣耀。哦，真不容易，你看，我这样去了两三条之后，不瞒大家说，还有点酸痛呢。这个割完草之后，其实还蛮累的，因为它那个就是马达在转动的时候，其实是很震的，然后好像那个在消耗你的热量一样。割完了之后就肚子很饿，然后那个大哥就摘了个果子给我，感觉上直接犒赏。然后从果树上直接摘下来的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仿佛它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一个果子。然后我直接吃它，那种甘甜，那种爽口，真的蛮难形容的。不要，够了够了，不要再摘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哎呀，今天真的累了吧？我的工资拿到了。哦，今天工资是拿到了。那你们下啊，好了，我过去找陈荣啊，王姐啊，谢谢谢谢。OK。你哎呦，我这么重啊，让我试试。你抬不起吗？啊，你像这么一款，你猜一下多少斤？啊啊啊，六十斤。没有六十斤啊，没有，大概有三十多斤。啊，才三十多斤。我感觉提着个六十斤。来来来，让我。没事没事没事。我发现提筐比捡梨累。哎呀，我的天哪！手疼吗？你手怎么样？我手没事。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大姐。哎，小七来了，你除草除的怎么样？那一片都除完了吗？我除了大概有一亩地了。真的？然后我们那个厉害厉害，出汗了。大哥说，看我太辛苦了，给我发工资。你看他除草除的，你头发上都是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看我的鞋都变绿色的。我刚跟那个大姐聊，其实不光是她做电商，这里有好多老百姓参与，而且大家都渴望学习。您不是说还想做直播电商吗？对，虽然自己直播不了，让小姑子妹妹都来直播是吧？对对。今天我们不仅任贤齐，还有这个王迅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还有一位，他是在淘宝上的网红主播，叫丽儿宝贝。哦，嗯，他是专门做直播，都说的是不是啊？对对对对。我跟他讲了，我说这次不是有丽儿宝贝来吗？哎，对呀对呀。他们都知道，我们培训时候老师说过，是老师都提他们的案例。对对对对，那可以跟他请教一下，对呀，然后他也很热情，想要跟大家分享。那要不大姐您去邀请几个位村民来，我们在这儿等着。好的好的好的，好吗？哦，好的好的。那我们再上其他家去了解一下，聊一聊。好的好的好。你好，你好，大姐。啊，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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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原来家里边就是很贫穷吧？现在人家不是叫种玉露香，就是我们家种的玉露香有点晚，这是今年的，然后明年后年产量还不上上来了。我家这路上亩玉露香，它抽枝挂果，到盛果期吧，一亩地都是三万多块钱，三万多块钱。嗯，种玉露香之前是种什么呢？就种玉米，就种玉米，对，玉米那个时候，玉米一亩地能够收多少钱？啊，一千，一千多一点，一千多一点。那现在如果种玉露香，那就收入高很多了。是的，是的，啊。都说种一亩玉露香，相当于40亩的那个玉米。我们现在不单是做这个鲜果，下步我们厂子准备在二期准备做深加工这一块儿，啊，专门针对于我们这个玉露香梨，啊，梨罐头啊，梨膏呀，梨粉呀，就是做一些清肺的，你梨的这些做一些清肺的茶呀，准备往这方面发展。医保对于贫困来说，其实受益是最深的这个，尤其是对于生病有病的这些贫困户来说。
现在的136政策呢，而且一站式报销，嗯，哎，大家不用跑，出院的时候就全报销了，哦，可以真正的说做到就是有病可医，能看得起病了。家庭的那个医生啊，你都射门给你量血压了，你也有个头疼脑花的事就给你搞定了。反正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是的，越来越好，是的。我们去走访北庄村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地的村庄的话比我们想象中的好，然后包括我们知道他们整个今年的话像政府的政策也很好，各方面的话福利都特别的大，然后他们也是对整个生活充满了希望，所以我们其实是觉得特别特别欣慰的。哎呦，对对，大姐叫来了几位平时接触多的，对，陈荣老师，你号召力真强，一下就来了好几位啊，小七哥，小七哥，对，你们自动进来，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终于见到活生生的。本人哎，你那个，我的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哎，我太激动了。四季妹妹，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未来世来世再想你。哎，男生唱的跟女生唱的就不一样。现在呢，都做这个直播，自己呢也想做，但是又怕做不好。我也想学这个电商，但是呢，我的爱好就是唱歌，非常喜欢小齐的歌，哦、你知道吗？小齐老师，当地小网红，当地小网红，30多万。别客气了，我30多万了。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展现过，也不会那个啥，一直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我刚跟我们王大姐已经说了，这次有个超级大网红主播丽儿宝贝会在现场开直播，就今天晚上。你们呢，可以号召身边的朋友们打开淘宝直播看他直播。我们邀请你们几位进他的直播间好不好？因为直播间不是太大，所以我们只能带好笔记啊，对，只能邀请你们几位，嗯，对不对？对对对。其实我还挺佩服村民们的学习能力的，他们靠县里的培训班，靠自己摸索，各有各的长处，可是他们也都有很多困惑，甚至包括连直播的设备上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大网红他的直播间是用什么样的设备，给他们来一堂生动的课程教授，这是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到的。小青，你有没有觉得当地的农民朋友思路非常的新颖开拓？对啊，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你们都是有前瞻性的新时代农民。哎，说到前瞻性啊，你看我身后，这是我们节目的冠名商，飞科呢也是特别有前瞻性的一家企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展现了他们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带着黑科技特色的一些产品了。今天他们特别委托我带来一款他们的最新的剃须刀，这是飞科 FS926 型号的最具前瞻性的一款剃须刀，只要碰到你的下巴它就启动了，但是呢是需要玩游戏才能够得到。说成语带梨字，带梨这个音的成语。好，击鼓开始。藏了，停的人要说。哦，快悲欢离合可以啊，算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梨花飘香。你玉露仙梨，大伟说今天的胡子没关系，我们刮我们还得剃寸头啊。没关系，他有个愿望，有愿望，什么愿望？什么愿望了？我的愿望就是想听小七哥唱一首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这么好的例子就赶快来抢。最新广告歌也有了啊，这个开心吗？开心吗？开心开心，七点见。七点见。好的好的。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淘宝搜索店铺百万粉丝，和我们一起行动，爱心助农。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淘宝搜索店铺百万粉丝，和我们一起行动，爱心助农。如果云知道
信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不、哦、是这儿了。哇、哦、Hello 哦，这个估计是我们晚上要住的地方吧，这也太厉害了。就我自己吗？因为我到了发现他们都没到。提前知道齐哥会来吗？那他们都出去了，应该他们一定也去做了一些走访什么的，他一定很辛苦。然后走了一天，我就寻思我先给大家做点吃的，回来吃口饭。小时候可能就有个谎言叫做小孩玩火尿炕这件事儿，你们是知道的吗？嗯，成功了。我带了西红柿来嘛，然后它这有鸡蛋，就做个西红柿打卤面，这种感觉体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如果真的现在在家的话，很难得会真正的用柴火用这种大火去烧一顿饭。这是说的在这集结啊。有人吗？哎 ，hello， 哎，信哥，哎呦，终于盼着你来了。你怎么着？你是在干活呀？是，我得给你们做点吃的啊。你给我们做吃的？真的吗？我下碗面条，因为我学厨师的嘛，之前。啊？你长这么高，长这么帅，你去学厨师，完了做最帅的里边做饭最好的。想那么干，但是还是达不到啊。好期待。看看啊。真没想到啊，宁哥炒起菜来还是有模有样，看着简单，你这个要想炒好了也挺难的。哎呀，哎，小心手！哇，这个火，为了我们你豁出去了。要把它炒成一个酱啊，因为要拌面嘛，然后这样它那个西红柿里边汁儿，它才会出来，特别浓郁。好香啊！哇！我尝一口啊。嗯。我不能说满口留香，但是这个香气已经沁入了我的身体。哎呦，哎，没就加长，就加长，不是，这是综艺效果。我觉得综艺效果可以后期那个特效老师给加个发光那种的，发光，是不是？完了之后飘出来那个烟。这一天的劳动服务之后，肚子有点饿哎。快到点了，要吃晚饭了。我们这样，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入住点，而且你的徒弟应该到。谁？你不知道吗？有惊喜啊！您二位晚上还有？晚上有直播。然后是帮当地的这些特产去做一个销售。哦。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好大的院子，就是我们这个玉露香梨。哎，就这个梨。哎，玉露香梨，我了解了。你了解了吧？嗨，嗨。哎呦，哎呦，齐哥，哎呦，小林，林哥在那里，好久不见，哎呦，那我会有惊喜的。来，哎姐，你好，你好，他把饭都给我们做好了，不是哦，还是那个面条，行吗？哎，行哦，行吗？嗯。小林的手艺很厉害的，揭晓我们的晚餐。哇！那咱们赶紧尝尝，来，我来，试试。哎，小林平时自己还做菜吗？我在剧组的时候会做。谢谢小林啊，就是他真的是有执照的哦。来，好，好吃。嗯，是真的吗？这个好吃。我觉得你们小宁和丽儿来这一站啊，可能会很有感触。对，今天我跟小齐去了电商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村子，我们走访的这家叫王海平，王大姐。嗯，在做电商之前，她是个贫困户。现在她家里有100多亩的果树。嗯，然后自己卖自己的果树，加上用电商的才华卖别人家的果树。哦，对，有一户。王姐那个感觉整体的状态比较沧桑，而且很沉重。看见床上坐了一个小孩儿，
他是癫痫。对，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有一个儿子，20岁了，结果突然一下，去年，儿子也走了。哎呦，天哪！生病吗？不是，他就是因为为了节约。因为他是在儿子在城里打工，冬天呢他就不没法交那个暖气费，完了呢在家里边取暖呢就弄了炭嘛在那烧，结果就中毒，一氧化碳中毒。就是我说这真是为什么我俩特别沉重。我们那个妈妈就是也是王大姐嘛，她现在感觉很能量很大啊，帮助村里这么多人。她说她自己以前得抑郁症，差点过不了这一关哈。这个王大姐就是因为开始做电商，她变得自信的，收入高了，提高了，而且能帮到别人了，她这种自信心马上就不一样了，生活状态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好，是不是两个妈妈应该见见面？对，我就说要不安排他们见见面，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宽慰她，让他们交流交流。可以，可以的。今天你们俩，尤其你们俩都在互联网上得到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又那么火，能不能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可以可以可以。你讲短视频？对啊，我可以教他们怎么拍东西。对，小齐哥一起去。我乔摇旗呐喊，我应该还可以。做班主任，因为村民们都可喜欢他了。当然了呢，见到他全对着唱《心太软》。然后我们再可以邀请一个电商方面的专家讲一讲电商营销，对吧？我觉得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个叫做玉露香梨的东西让大众所有人知道之后，知道它好或者它很棒，然后就会有人自然而然把这个产品炒起来，对，他们就全部炒来了，会有企业来认购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们要介绍玉露香梨，介绍山西好物，然后之后我们还会有一场幸福推介会，就要吸引全国的客商来采购当地的玉露香梨，因为现在是预售季节嘛。预定。我们说到做电商啊，我们飞科呢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电商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上心。飞科发现未来，希望注重当下，发现当下的美，当下的好产品，了解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才能够注重当下，发展未来，发现未来，发现美好的生活。我们也带着飞科对我们的这份期望嘛，希望有更多的村民能够发现未来。好，好吗？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做筹备？对，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走，好吃饱喝足了，吃的也特别好。谢谢小宁，谢谢，不客气，我应该的。好，走吧，走吧。好，行。上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或进入发现未来我们在行动话题页，边看边聊助农故事。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淘宝搜索店铺百万粉丝，和我们一起行动，爱心助农。你们县的电商中心真不错，是啊，来练练，来，老谢来了，哎呀，是的，怎么跟村民们先认识一下？你好，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啊，他的女儿，哎，海萍姐，然后左妈也在，哎，左妈来 ，Hello， 哎，欢迎左妈加盟，你好，这次为了。给隰县的玉露香梨以及山西好物带货呢，我们请来了双主播，今天晚上8点会同时在这里开播。现在就是因为马上开播了嘛，就是里面还在就是紧急的准备当中，要不然我们进去看一下。好的，了解。那你们先准备，我也回我的直播间。你在二楼是吗？我在二楼。那我先上去了。好嘞，谢谢左妈，谢谢。我带你们去我直播间看一下，好，因为是临时搭建的。来。可以过来看一下，好多设备啊。我们就是带了一些摄像机，最开始我们是用手机播，但现在的话大家就是对那个视觉效果要求越来越高嘛，就体验感要好，对，高清，所以要高清，我们就换了那种设备。对，包括直播的时候其实话筒啊这些都很关键，就有的时候它那个收音不好，有杂音啊，就体验感就不大好。那你现在的话筒边上啊围那个是降噪的，降噪的，对，它就为了降噪的，就是可以把那个音收得更好。对，你们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每个人都说环形灯之下照出来特别漂亮。来，海萍姐，来，你试一下，你看自己看镜头，哎呀，美，一下线，年轻十岁，一下像20多岁了。它会有带一些那个皮肤的一个效果，滤镜效果。对，但是淘宝直播它不会有特别严重的那种夸张的变形的那种，不会，因为我们还是要把产品展现的最真实的一个状态。我替他们问，你一个团队开直播的话需要多少人同时配齐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20来号人，就是在我直播间，但是我们出差的话就可能只带了我们一些对后台啊这种必须要在场的。那你现在上几万件一天可以发出去吗？可以，它是有系统，它回头把那个系统很清晰很清楚，就不会乱。我就想问一下，我也想那个直播，但是不知道怎么，觉得就是怕上去不会说啊，对对对，习惯了就好。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开播之后，就很多人过来，他会问你问题啊。对，你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你就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就好了。设备想买是吧？设备想买。来来，今天我们晚上今天就主要是卖直播设备，现场拍卖。我相信他们其实应该是经常看直播的，因为他们那么渴求了解互联网的平台上各种各样的手段。当走进直播间，真正的面对大主播的直播间的时候，我能看出每个人眼睛都在发光，而且他们对每一个设备都很关心。其实我已经进过很多次直播间了，我还真没有对每一个设备好奇过。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农民朋友们很希望去知道每个设备的功能是什么。我觉得我为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让他们知道了最顶尖的直播设备是什么样，直播间是什么样。来，我们安排一下就坐的位置。咱们在旁边坐着参观一下。来，我们可以坐那头去，你们可以拿手机看淘宝直播。对，晚上好，欢迎大家进入丽雅姐直播间，这里是分享好物丽雅直播间。今天正式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公益直播啊，丽雅姐现在正在我们山西临汾市的隰县，然后今天有很多山西的好物给大家分享，你们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来吧，我们先剧透一下今晚的产品，重点是好货特别的多啊。这个在线下是卖8.6块一包，但是今天丽雅直播间2.9块一包啊！是的，8块多卖2块多。是的，所以等一下的话，这个是一定要抢的。本来我不应该这会儿来的，但是我这个人对价格比较敏感，一说8块多，突然就2块多就买，我估计我抢肯定是抢不着的，但是这一包我先拿走。2块多啊，我马上少给你啊，扫码。这个今天我们算下来也更划算，1块钱都不到。盛哥又看过来了，100块钱。这怎么了？这个1块钱不到，不到，对，直播价。那这包我拿走了啊，记着我账上啊。你尝尝，你尝尝。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啊！我们第一个石头饼吧，上链接。哎呀，没有了，已经了。啊，完了，3000份给大家加了。啊，又没了，又没了。2号链接，来，我们继续再加5000份吧。啊，又没有了吗？我看一下。再加3000，直接到10000。没了。嗯。看得怎么样？有意思吗？有意思。他刚才卖那个石头饼，一下子竟10000份没有了。嗯。快吧，几分钟，秒光，我们让海平大姐真的知道了什么叫做秒光，刚上完链接就没了。我们会让村民更了解电商舞台上各方面应该怎样提升，我们会让村民对自己的梨更有信心，对种植玉露香梨更充满前景。很香，没吃过的宝宝一定要品尝一下，体验一下。两个直播间要随时切换。三妈你好，辛苦了辛苦了，你就是在卖石头饼啊？来帮我们加一波量啊，来准备3、2、1，一上来就看到一个没有的，太棒了啊！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串场，2号链接马上10000份喽。我觉得我可以吃一瓶，还有100份，来来来，我给马上没了。上水井的一个特级老陈醋，没了没了没有了没了没了。还没进呢，又听到没了没了。飞科的电吹风啊，不好意思，我因为听到飞科很激动。我就是用这款啊，就用这一款。它跟一般的电吹风不一样，它的风力是这样子旋转调节的，这样调的，看到没有？
个性定制你想要的温度，也不会烫伤。高大上，而且飞科也是一家特别有爱心的企业，和我们在行动联手之后呢，也是把很多好的产品免费的送给了很多村民朋友。我们也非常愿意在扶贫路上看到与这样的企业能够合作。哇，太棒了！来，我们继续啊！哇哇，接下来到玉露香的时候了。玉露香，玉露香，来。咱一块儿香梨，这个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76亩只剩一颗果子最珍贵的梨宝宝。对对对。那么我们有些乡镇啊，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颗粒无收，但全县呢也有是比较这产量可以的地方，很贵的。所以今年的这个玉露香梨啊，每一颗都值得拥有，很珍贵。首先皮薄，核小。核小。然后水分特别充足，肉嫩，肉嫩，对，它不像有一些梨那个颗粒特别渣，有渣，而且它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它的那种酸甜味儿，我觉得特别舒服，是的，是吧？对对对，甜度很高。8月25号第一批成熟的，然后在我们直播间的话，给大家就是限量的发售100份，对，12个，原价日常是159，然后今天拍下是119。119便宜40啊！我们上链接之前，请个当地的村民，好不好？好，特别来观摩的村民代表海萍姐，海萍姐呢，她不断学习，她是一个真的是开拓型的女性，她自己创业，然后学习互联网知识，然后通过电商，现在帮全村卖梨，一年可以卖400-500万的收入。今天大家一定要支持，好不好？怎么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要到8月25号首批成熟，而且今年产量少，所以今天只有100份。然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有缘拍到它。是，这真的是要看有没有有缘了。来，我们准备上链接了，好不好？来，5、4、3、2、1，上链接。我没了，没有了，瞬间没有，瞬间没有。真的很抱歉，我们不能帮您再争取了。我们也希望买到的朋友能够口口相传，能告诉大家玉露香梨有多好吃。对，这样帮助我们实现将来的很多很多年的玉露香梨都能卖得超好。预售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是在传递一个品牌、一个商品、一个产品，传递完了之后让他们尝试，尝试了之后让他们离不开，并且喜欢和认可，这样才有持续购买的一种可能性。那玉露香梨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玉露香梨是什么样的梨，我们想让仅有有缘的朋友们尝到玉露香梨的口味，用大家口口传播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中国梨王是玉露香梨，这样这个隰县的玉露香梨的品牌才会做大做强。他们想要预售。对，那今天确实没有了。他们说好想预售。对，可以可以可以，能加些吗？对，海萍姐，你家的梨拿出来卖。可以可以，加多少？你看能加多少也行吗？多少也行。1000份可以吗？可以，1000份可以。哎呀，太棒了。林大姐很慷慨，她说我再拿出我们家的1000份来回馈给大家。其实今天直播间的价格是远远低于将来一个月后市场上的价格的。海萍大姐其实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收益，来让更多的消费者感受到隰县的玉露香梨。我觉得海萍大姐的确是个有魄力的大姐。来吧，我们就1000份了吧，好不好？就1000份啊，就1000份。16号链接，来3、2、1，加量加起来。我又没了。好，感谢。哎，海萍姐，你这是第一次上大主播的直播间吧？她平时自己也开直播啊。第一次上大主播直播间是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东西瞬间就秒光。对，我觉得挺感激的吧，就像我们上直播的话，红丝会上就上不来，因为红丝这么多。他说为什么？你的粉丝就这么多，对，这要坚持，会越来越好，而且要播的越来越好。对，好，谢谢，大姐加油，谢谢，好。家住你们山西。谢谢西里村。上微博进入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话题页，参与互动解锁惊喜，点击观看更多数百视频，上百度百科看秒懂百科，东方卫视发现未来我们在行动的超多讯息等着你。打开中国青年网中华网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打开一点资讯影视头条至于成果娱乐 Zucker 引力资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感谢天翼视讯中国万年历倾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进入丽雅姐直播间，这里是分享好物丽雅直播间。我们第一个上链接，啊，抢完了，3000份给大家加了，啊，又没了，继续再加5000份吧，没有，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啊！看似风平浪静的直播，对大主播来说是最为平凡不过的日常工作。
然而对这些第一次走进专业直播间的村民来说，仿佛一场惊涛骇浪。你像那个话筒边上围那个降噪的，每个人都说环形灯之下照出来特别漂亮。年轻十岁，那我也喜欢直播，但是不知道怎么，觉得就是怕上去不会说。他们亲眼见识了直播带货的巨大能量。像我们上直播的话，粉丝会上就上呗，你们的粉丝这么多，这要坚持，对，会越来越好，而且要播的越来越好。对。这个夜晚，他们或许无法入眠。为了不辜负这份热情，明天新村民们将对大家进行电商培训，这又会带给他们怎样的惊喜呢？像招财猫一样，对不对？把财都招过来。对面的朋友看过来。